妈，我那虎是要遇不？那呀，他出去多大会儿？你好不养着你虎他那啥？他玩眼台又玩上瘾了，他还不见丢人，还一头钻那个垃圾桶里边找眼台嘞。我说的，你猜他跟我说啥？他能说啥？肯定就说搁这里边找眼台了呗。朋友们，你们都想不到，他说他小时候都搁垃圾桶里边翻吃嘞，吃了也没事。你们说这个二货欠虎不欠虎？我要不要一巴掌劈脸虎死的？你这一巴掌下去得了，你看看你这190斤的大块豆。好好好，我终于知道他为啥要趴到垃圾桶里边找眼台了，都是你惯的。啥叫都是我惯的？我啥时候惯他了？你没看我之前还要扔他的眼台吗？去把他给我叫上来去。我害怕他不听，我想拿个武器。你至于把他叫上来？你不许在下边动他啊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"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"？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你给我说明白。打不打了？纯看我心情。俺家这个老二爷确实该哄。之前的那眼台我都给他扔多少了，又钻到垃圾桶里拾眼台了。一会儿看看他来了，我咋收拾他。走，快点进去。我拾了眼台，你还让俺眼台丢了，眼台丢了。还拾个眼台，碍他啥事儿啊？你让哪拾的眼台事儿啊？我都搁怀里6年了。最后天天垃圾桶里给我翻嘞，你知道那垃圾桶都是装啥的不？都是装垃圾的臭粑粑，你还搁那里边捡？哪有臭粑粑？全是都是我宝贝。你往后就搂着他睡。还广东嘴皮的，看你咋弄。你说你今天该哄不该哄？把这些眼盘从哪拾的扔哪儿去，那一点劲没有。不该。啥不该？不该。意思就是不怕挨打，是的不？不扔。你跟我说拾了有啥用？对我头脑有用，我瞬间眼盘就有一个快乐。啊，那是你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眼看上面都有二手眼，玩了之后相当猥琐，你考不上大学了你。哥，你说也太不离谱了吧？那我是不是不是眼瞎？你有没有考个大好大学？我只是说你考不上大学，但是说实话，你脑子确实不多，问了这些相当猥琐的。你这都是啥见解啊？你都不能说的好听嘞，你都不能巴结的太好。那他洗了二手眼，脑容量还能变大啊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这些眼瞎是你自己扔到垃圾桶里边去，还是让我给你扔到垃圾桶里边去？谁不动我这眼吗？谁动我给谁寄？谁动你给谁寄？那你不寄一个？你们看小雨拾的都是啥眼卡，我都不认识，就认识这个中华，还有这个黄泥岭和南京。以后你再拾个眼卡，你都不要再给我进家了，知道吗？人家都在玩眼片，我不玩。人家玩不玩我不管，你就是不能玩，知道吗？拾完这，拾到这个毒，扔到肉底下去去。哎妈，别跟他一样，一把火烧喽。对，烧喽。烧你什么？你只要不怕搁家里面引发火灾，你就烧。六日了还引发火灾？我烧这些眼看还能引发火灾啊？妈，看到咱俩都是大杀手。